韩总，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米其林七星啊，看不出来吗？哇！哎，把鸡的调料给我上一下。好嘞。君君，一会有个山东的客户过来，给他准备下吃的。好嘞。哈，你这让客户怎么吃啊？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，就是图个开心，你管我怎么。那这也太干了，给客户来杯饮料啊。好嘞。抹茶大葱汁，你这么绿，客户怎么会喜欢嘛？